电影 Curtain Call 6号晚间在首尔 COEX 某电影院举行了 VIP 试映会，张炫成、朴哲明等主演悉数到场。接近年末，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今天主演们也特地穿上有圣诞气氛的服装，让大家提前感受一下圣诞气氛。此外还有包含金炳万、李易宇等大批明星现身试映会为电影助阵。저는공승현이고요장현성선배님 초대로왔고요너무재밌게잘보고가겠습니다화이팅其中难得亮相试映会的崔智友，以灰黑色系打扮，穿出一身帅气。朴宝剑则是一现身，立刻让现场陷入疯狂，闪光灯不间断。안녕하세요박보검입니다저는박철민선배님초대로왔고요올겨울많은분들의마음을따뜻하게할영화라고생각합니다영화커튼콜파이팅입니다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안녕히계세요